音乐非常非常丰富，因为其实里面有太多人类学家，我相信大家从这个内容里面看到所谓这个题目人类学家的人士，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思考，而且重点是让我非常非常佩服的就是老师的那个实践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就是真的就去做。那一般人也许去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旅行了，像我自己也去过很多国家，可是我们会去思考很多事情，不见得真的会去做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我们首先三个问题或是分享。好，有没有人想要问题或是想要分享一些什么今天的想法？机会难得。先另外就是三个问题，对，好，还有没有？那个当地到底是西班牙语系还是法语系？啊，还有那个你有到过那个西沙上面那个群岛，就是当初三毛他当初去住。三毛他应该在首都，他现在都市。都市吗？对，他应该是好像在群岛。拉玉。我记得他在蓝屿，他后可是好像是他先生埋在哪里什么群岛有可能，可是我记得他当初应该是在那个西沙呀。我很好奇的是当地的住民怎么看你们这群人来到他们的地盘，你们的角色对他们来讲就是什么？好，那我就先回答，就是太阳能的部分，就是就我个人所知，如果说是大型的发电计划的话，摩洛哥政府他们是有这个意图，因为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在撒哈拉就是运用他们的就是很广大的空地嘛，然后跟太阳去做发电，有这个计划。可是因为就是建筑的资就是资金庞大，所以目前还没有真的执行。可是是有在跟国外的一些投资者谈这个有，就政府的部分。那如果说就人民的部分的话，一般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人会买那个太阳能发电板，可是就是小小的，然后通常就是说他们白天充电，然后电力大概足够晚上点灯。所以他们就是，那就是一个没有冰箱、没有电视、没有什么的地方，这样子。我曾经看过，忘记是在哪个地方，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像我们台湾可能或是有些是温室蔬菜，就是他利用这一块的东西，然后去盖一个小型的一个温室，然后去种植蔬菜，再供应给当地的居民去使用。你知道这个东西，这都是很美的构想，可是你会知道在当地不太可能这样去做，一来就是它的成本很高。然后有时候你就去想说，如果说今天我这样子种出来一颗蔬菜，它花了就是它的成本多高？那如果去市场买，它其实很便宜的。就当地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一点。但就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所谓的温室或这样子一个耕作的方式。如果今天可以回到传统的绿洲农耕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习惯，然后也可以再稍微多一点的粮食自给的部分这样。然后就讲到那个西沙，我目前还没有去，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敏感。因为除了讲到说就是摩洛哥政府，还有就是因为西沙拉现在还有反抗军。那很好玩的是，西沙拉它是一个它号称一个国家，可是他们的摩洛哥政府是三十几年从来没有回去过，首都是在目前在丁布里，就是在阿尔及利亚。然后就西沙拉其实就是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国际关系，然后牵扯范围非常的广大。可是呢，即便如此，西沙拉的是就承认西沙是个国家的国家们有四十几个，比中华民国还要多呢。就是这样。那我目前还没有去，主要是因为在说，因为我那边的工作，就是我在概念是我人不可能不在呀、啊，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因为那边真的是很敏感，就变成说一旦。因为它比较不是观光的地方，一旦有外国人就很容易引起注意。然后我有朋友，他是住蓝屿，就是西沙那边，他就说就是警察非常的多，走在路上，就是一点。你们知道那个
吞下亚文化革命是因为年轻人他自焚，因为他们高学历失业，年轻失业的年轻人非常多，一种集体的愤怒跟绝望当中做很多的一个反抗的活动。西沙其实也有，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有那个烧车，然后自焚，然后也因为就整个独立的问题，然后那边还反叛军都还在，所以就是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所以我目前还没有过去这样。哦，对，我刚忘了，摩洛哥的官方语言有两个，一个就是摩洛哥话，另外是法文，因为它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就他们的高知识分子、医生、律师什么什么什么，法文讲的就是跟法国一样。啊，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忘记了。哦，对，你们看我们目前没有引起很大的骚动嘛。就是默默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就是如果说只是我个人旅行跟探索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刚去，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就是做我自己。那因为我后来发现整个水资源的分配，包括对观光跟农业还有垃圾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自己做调查。那基本上在摩洛哥，你如果要拍片拍东西，你其实是需要政府许可的。你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就是这样？那我本来当然没有许可啦，然后我就。就因为你知道，因为对于那么穷的人来讲，你来自都市，你还要再回去，就很像就是你是一个我们对外的窗口。然后他们就那时候，当我知道水资源跟垃圾问题，就很多自己跑来我的镜头前面要跟我讲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变的时候，我就拿起相机我就录一张，后来我拍一支小小的片子啊，我拍一支纪录片这样。然后我就因缘之下，那。我没有想太多，我就拍了。结果后来就有一天就警察就找我这样，然后是我朋友跑来跟我讲说警察找你，他问我你去哪里。如果警察问你的话，你就说你只是来玩的，你不要说你在干嘛。我说好。后来警察叫我，就是因为我住在某一户人家，我其实我可以不理他，因为毕竟是外国人，可是我不太希望连累到我住的那一户人家，我就自己去警察局自首。我都不知道你想怎样子啊，然后他就，可是那一次我就有吓到，就是因为我先讲，因为我在人权组织，所以其实我们参加很多示威游行，我们看到警察是真的，我们如果想是打的是很可怕的，可是我那时候不太有什么强烈对警察的恐惧，可是那一次就真的有，就我就去警察局自首啊，然后他就查我的护照的号码，然后我的工作的什么什么这样子，我都没有感觉，然后他对我很凶，可是我觉得说啊，我就是普通的随便你这样。后来他就拿出一张单子，他就开始念说：“你是不是跟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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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过话？”那时候给我吓到，就是并不是警察在对我做什么，而是可能我在那个村落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人默默看着我，他把我跟我接触人写下来，然后跑去跟警察讲，我就那时候我真的吓了，哦，我不知道我是来玩，我可能聊聊天，我认识谁。后来我出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上司，就说。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既然都已经这样子，你马上就离开。”他说：“你已经没有什么好再逗留的。”然后他就说：“相机再也不拿出来。”后来我就当天就走。大概只有那一次，我觉得还蛮惊人的，不然就还好。就是如果说，哎，就是警察办这种部分，如果说就一般的话就还好。可是我确实，我朋友提醒我说。我如果今天我抱着心念是我想让当地人多赚点钱的话，可是我又不擅长经商，很可能再来我就很苦恼于我怎么样把他东西卖出去，然后这是一件事。那他说很可能当地人以后看到我，如果说我忙着帮他卖这些头巾或什么的，很可能我再回到当地，女人看到我就是急着要把这把东西卖给我。可是他有问我说，如果我把关注点放在金钱的流通的话，我对当地的影响会是什么？他没有叫我不要做，他只叫我去想这个事情。对，这是第二件事情。那如果民宿的话，目前就还好，只是说当然，因为我们跟当地的一户人家合作，我们开始去做工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跑来看，记录也会有啊，什么什么。然后因为时间我真的怕不够，我就简短讲件事情真的发生。就四周呢，我们就是活着一个快乐的人生，心胸坦荡光明，都没有想太多，就盖给他盖，而且盖的钱一部分是我，一部分是我很认同我的朋友赞助的，所以我会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谢谢他们相信我，因为他们钱都给我了，今天他们相信我，然后我一定要计划符合我当初跟他们讲的，因为我就我承诺，就在盖的时候就不是盖起来，很顺，
在沙漠你要盖房子，你需要提出申请，你需要政府许可，可一般大家都没有嘛，因为你是提出申请，然后他们不会过，他就刁难你啊，干嘛干嘛，你贿赂，你也不知道贿赂给谁，有没有到对的人，你就是这样子。那等到官员他就会，他叫盖，他就他们官员叫盖，他们会刁难这样。啊，我们就他们有时候不做好，你盖了，然后可能他会来刁难，叫你拆掉什么的。那我们很幸运是我们盖的时候没有被刁难，为什么呢？因为盖的出事，就是他跑去刁难农户人家，然后叫他叫那工人在上面盖，他叫工人下来，就工人太害怕就摔下去死了，所以盖就坐牢几个月。啊，我们刚好就跟着几个月盖啊，那个是天意哦，不是我们故意的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盖的非常的顺。好，然后因为我没有种树，因为我觉得我在平原前面要种树。除了说，就是因为我就希望这是个绿的地方，不管那个朋友在不在，就是要种树。你就看到他们就是会邻居就看，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后来是我朋友跟我说，他觉得邻居对待他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就很多嫉妒这样。哦，我觉得还好吧这样。可是我说我确实不喜欢，就是我们在盖房子，那我住在这一间，那旁边也在盖，就是会有我不认识很多人出现，然后就在那边看这样，他们很好奇。因为坦白讲，我回到刚刚讲资源的分配。资源不是只有钱，还有你获取知识的方式。我虽然说我是外地人，可是我盖的是他们的文化当中，反正这个文化里面的人没有办法去推动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种好奇跟羡慕或嫉妒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沙龙想盖，可是沙龙的话就停掉，目前没有盖，就是就找师傅来看。那我朋友就叫我去跟师傅谈。因为我是主要资源的来源，计划是我的，那我就跟师傅谈，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我突然发现，咦，怎么？因为沙漏就是墙好了，可是屋顶还没弄这样子，然后沙漏外面就是外面的很这样子，然后我就咦，怎么地上有一件黑色的衣服？我就拿起来说，哟，你看，哎，这不是我的，这样，可是里面都很庞大啊，就觉得肯定不是我这么想，可是就不是我的嘛，我就拿起来，我就问我朋友说，这谁的啊？然后就没有讲话。他等师傅走，就跟我说：“你确定不是你的？或不是我的啊？”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有人做法，就怎么讲巫术，就你知道这样。他就说他们当地有个习俗，就是黑色的东西会带来不幸，那他们可能就是会干嘛之后，就是往墙往里面丢，就希望说有倒霉事情落在这里这样。那我就哦是吗？因为我那时候感觉哦是哈，这样我就不要想太多，可是。他们很介意，他很介意，他就是把衣服拎到很远的地方啊，然后烧掉扔掉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拿那个什么，拿那个熏香这样啊，可能就放一放，就这样子。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谁丢的啦。可是我朋友是有提醒我说，我今天一个外地到带资源到当地，我的机会一定必须是能够让大家共享。你才真的是有你的资源到当地，才真的是有一些好的流动，对人有好的影响，而不是就是。让别人嫉妒或什么这样。好，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有没有现在一定要问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对，因为时间九点半了。嗯。不好意思，因为投影片一直停留在这一页，然后对孩子蛮有兴趣的教育部分，想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计划之外，如何提升孩子的教育或知识的部分，然后是可以简要的说。好，就是其实这个是我坦白，就是这是我不断的在询问的，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这个是我以后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做的一个计划，因为你在后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办法再跟人。在人的心上工作的话，你做了很多事情，他都很快，他都会不见。可是如果你是在你跟你改变是当地的人的话，影响才会一直出去这样。然后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以后可以怎么做。可是你们要去想，如果今天我在一个地方盖一个学校，假设盖一个学校，那孩子最没有办法接触到教育资源是那些最偏远的孩子，他们可能就是帐篷这里一个土屋什么什么这样子。我不可能有一个学校叫他们来念书。事实上，政府摩洛哥政府在当地是有学校的，是父母不让孩子去念，一来是没钱，二来是需要孩子去做工，去帮忙工作，打扫啊、煮饭啊、牧羊，有很多劳务要做。再来就是他们不认为教育是重要的，所以我不可能盖过当地有学校，父母都不让他去的。我如果在盖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后来就有想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可不可行，可是就是有个想法，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教育图书车？比如说我把老师跟孩子带到他们的家里。对，老师跟书带到
家里去，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还一起住，比如说可能儿子们都有娶老婆，然后他们就是孩子女性一起生活。比如说好，这个礼拜每个礼拜一我就到这一家，然后孩子们还有女性什么的都可以一起来来念书，这是我的想法。可是我不知道再来的执行的确切的方案它可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于说，我也去问我自己说，那我到底要把什么知识带进去？你懂那个意思，就是这个环境的孩子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包括说教育到底是什么，这个都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思考跟探索的。我目前没有一个定论，因为我相信在沙漠这么特殊的环境，他们一定有一些知识或教育对他们来讲是好的跟很重要的，可是可能不会是某一些。不过读书识字是一定要，大致上是目前是这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必须要在这边结束了。但是我相信轩老师有太多的故事，所以大家后续可以再跟他，就是可以到前面来跟他聊一聊，然后来看看前面。如果你们对这个感兴趣都可以，都可以来。我很快的，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吗？这是干嘛的？它可以装水或者是火药，以前那种阿拉伯长枪在，就火药不是枪。然后你们猜这个是什么？这是放可燃金的。对，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都是好，你们猜这一条，就是他后来看他们给你的，你们看得到吗？这一条，你猜他多久了？没那么久了，下次400年我就拿去博物馆了。他还是就是他们当地用，他们就是传统的编织，然后他们说这一条大概至少60年，也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是拿来当枕头当衣服，然后你就觉得说其实以前的人就是他就自给自足。他的用的东西是他自己生产的，就是跟我们现在差很多，然后没有什么垃圾这样。然后60年过去还是很有见。那如果像这个的话，这种风格就是波波尔族的编织，然后后面就不太一样，你们都可以过来看。然后这个好，你们看得到吗？就是那个他们的鞋子吧，布什，就是摩洛哥的鞋子。你看得出来鞋底是什么吗？就是轮胎，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当地让我觉得很美的是，他们其实就是他们会尽量把所有资源，包括我们就是垃圾的东西，他都会用来做另外一个运用这样。他就是他会就很手工，他就是去量那个鞋型，然后把鞋帮剪下来，用那个强力胶粘上去，然后用钉子哦，手工一根一根把钉上来。然后因为沙漠，我现在是穿鞋就是不会不穿鞋子，就是下面也是那个轮胎的底架，因为那个很湿的地很磨鞋子，所以他们一定要这种东西，就像轮胎一样过去才有办法。然后大致上，然后游牧民族用的，就是他们专用，就是他们用的那个茶壶。那他们其实不管是煮饭、煮干净那种卡其锅，还是煮茶，他们其实不是或烤面包，他其实不是用火，他是用炭。就烧完之后，然后那个余温，然后这样放上去煮茶，这样好。然后可能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过来看。然后这个也是用轮胎的内胎做的，就是一般是水井里面就井可以舀水嘛，或者说是矿工可以放他的工具，这样就是非常的耐用。然后全部都是用手工去缝的。好，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东西带回台湾卖，然后怎么可能？就是你想就很好笑，台湾不是没有旧轮胎，我要从长沙我带回来，而且很重。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在想，可能是那个意义跟价值是比较值得去分享的，不是只有就是我眼睛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些很物质性的东西。好，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兴趣，就可以到前面来看，然后可以聊一聊这样。谢谢。最后大家掌声来，谢谢。